沙盘员示意运动员踩到线了，就是开始线这个脚也不能踩上去，一定要在开始线后面，还是比较严格的。嗯，在前面的半决赛当中，阿祖玛是赢了这个十月，对，陈清源是赢了新加坡的阿米塔。嗯，在场上就是感觉这个阿祖玛的动作很放松很软，对，但是他虽然身材小但是进攻的深度又很大，对，速度也很快，对，所以他在这个发动前的进攻呢其实还是比较有时候还是比较隐蔽的，对，嗯，陈娟这件抢攻是手上带了一个动作，嗯，要吸取前面一场十月的这个教训，距离跟他要控制好，对，要随时随地就是注意他发起进攻的一下。进攻无效。嗯，还是想这个抢攻的是吧？对，嗯，他这一下其实抓的还是非常好的这下时机。对，这也是陈清源的特法打点，对吧？嗯，打法特点。打法特点。上一场十月这个被阿祖玛的这个进攻的深度有点就是。距离被他控制了，对，就是现在陈清源可能还是抑制的比较好的，对，好见丹丹前面一场我也是说了陈清源的出手比较硬，嗯，在场上他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他看到了时机他就出手非常的果断，双方都是在抓这个对方就是犹豫的时候，对，嗯，进攻反攻，陈权得分非常好啊，现在比分4-1，陈轩呢这个对他的进攻意志还是非常不错的，嗯，能做出判断，嗯，啊，又打出来了，对，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特点了，对，你看我跳啊跳蹦啊蹦啊跳啊跳前后棒棒他就出来了，距离意识还是非常好，陈清源在这个身高上还是有了一定的优势的，对，因为他的这个进攻的深度也是非常大，你看好见刚刚讲完了，对，就应该打这种剑啊，没错，哎，你看只要近身，近身我们还是不太占便宜的，不太占优势，嗯，所以说还是尽量打自己这个优势的剑，对，少让这个阿祖玛能够近身靠到你，对，他们在这个近距离里面这个手还是非常的快，而且对这个路线好像 也会给他封掉，反攻了，因为跟这个身材比较矮小的运动员用这个下蹲抢攻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嗯，哎，这些没准备好啊，对，所以预备开始你注意力就要集中，嗯，
Tonga. Left, Ali. Out, Ali. 其实这件好剑啊，嗯，半路截到他的剑了。对。Out, 所以对他们这个日本队这个身材比较矮小的对手，其实他们速度不是比较快嘛，嗯，其实在这个前点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不能他看似他跑到你面前，你不能让他发起进攻，嗯，你不能让他轻易的就冲到你面前，对，还是要给他多制造一些困难。好剑，好剑，这些日本队反攻了，对，他觉得可能距离到了，其实还远着呢。陈权对这个距离控制也是非常不错的。好，第一局时间到，打出来，打出来，嗯，对。节奏非常快，上来就打。对。进攻反攻。这件阿祖玛还是加快了节奏。对。你看他上来，嗯，上来就往前走。他现在已经注意这个陈圈上不抢他了，这个了，所以 他现在只要 一到近距离他就主动下手了，他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快的。对，他已经意识到了。好剑，这件好剑，日本队教练是不能在原地，不能在原地，他就是要移动起来打，因为他个子比较矮小，嗯，这是他的特长。他也是通过脚下这种节奏，嗯，节奏变化来产生这个时机。好剑，在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了。对，身高臂长，非常果断。嗯，四，不要停手啊！摔倒了。这个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是允许四点着地，两个脚和一个膝盖和一个后手。好剑啊，好剑，嗯，那么刚刚他整个摔下来肯定是不行，刚刚这件出击的非常的果断，嗯，预备开始还是上步要强启动，不能让他这样肆无忌惮的上来就攻你，所以要抑制住他，裁判员喊预备开始那一下，对，一定要有准备。对，他速度真的是非常快，你看他预备开始的时候这个实战姿势站得非常低。嗯，换了一把剑，可能也是通过这个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嗯，顶住，好剑，嗯，漂亮！这件方子环境非常的果断，对。这个退是他有准备的退，不像前面是没有准备，被逼无奈，我来不及了，我再拉开距离。没错。所以在场上，无论是向前还是后退，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是要游刃有余，就是可能。你后退并不一定就是我要反攻了，对，或者怎么样，我在后退当中也不停在寻找时机，对，我可能我随时随地能出得去，嗯，对方出漏洞的时候。好剑，防守还击，漂亮啊，想法很好，在这样的这个交锋中他这动作也没有变形。对，进攻第一次没有，陈权进攻反攻得分，现在比分已经拉开了，对，12-5。
阿祖玛在上一场这个进攻其实他是得力的，但是在这场呢我觉得陈权这个战术对他用的非常的这个到位，嗯，抑制住他的进攻，对，他的特长他就发挥不出来了，对，而且也不会给他很多这种近身的机会，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我们这个战术用的就非常的成功，对，这件反攻了，他不但上步快而且他不带停，你没发现吗？没错，他的手一直是在往前刺刺刺，你看他后退也没有一下子把距离全退开，嗯，进攻无效，嗯，其实这件应该再果断一些，就我们就得分了啊，对，哎，不要着急，哎，没关系，心态要放好，这个后退还需要准备好，这个一看就是没有准备了，没有准备了，被动的退，这向前还是目的性要更强烈一些，对对，有的时候是没有准备的向前，然后对手如果说他要剑打到你的剑之后，他主被动权转换了之后，你可能就没有任何准备，然后你就只能两脚交叉往后跑了，来不及了，下剑慢了，有些犹豫了，嗯，不要着急，还是要有点耐心，如果寻找到他自己的距离的话，其实还是可以主动果断出击的，大部分其实产生这个时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他们在这个上部在犹豫啊，在观察的时候，对，对方可能就抓住你这一下，稍微犹豫，稍微慢一点点，对方就出来了。嗯。好，陈群也是要换一把剑调整一下，他觉得他的剑刚刚不亮灯。嗯。心态放好，调整一下，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可以让对手的这个状态不要一下子升得那么高，这样子对他也是一种压力，刚才是连追几剑，好剑，哦，漂亮，这件距离控制得很好，嗯，同样是下蹲抢攻，他的剑尖你看在前点一直抑制他， 对， 对，阿祖玛的进攻对他没有一些这个是第一次进攻没有，他现在又发现时机，他又出来了。对，陈权阳对这个他第一次准备没有，他还是要做好准备的。这一件陈权阳是出手慢了，对，嗯，慢了，还是有些犹豫啊。对。阿祖玛节奏越来越快哦，对，嗯，这是上部犹豫了，这个陈清源失忆，是不是他有这个遮挡的嫌疑，可能是想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头有没有去遮挡这个剑，如果是他是用头去遮挡他这个剑的话，其实这件对裁判说没有，对，击中得分，他确实身材很矮小，嗯，公布完之后就会往下走，就更不好刺到，
啊，现在比分已经缩小到两分之差了。对，我们要顶住这一件很关键，看谁能顶住压力。好剑，陈杰又拿一分，这是这一分非常关键啊！已经到赛点了，现在。对。如果这件我们这个这件如果是日本得分的话，这件的话，其实对运动员这个心理上是有一些一定的压力的。现在，裁判员还是维持原判，对。不要受任何影响，该果断出手的时候要果断出手，没错。啊，看来要到第三局了，第二局时间到，嗯，双方运动员还有个调整的机会。四啊，防守还击，在近身要通过这个破坏距离。对，啊，防守还击没有得分，对，嗯，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受影响。要准备好，预备开始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嗯。哦，这件有点危险了。对他防守还击的时候，他是带第四手型的。卡了一下。其实阿苏玛呢，他的这个拿剑姿势和他出剑的那个线路是比较奇怪的，跟一般的运动员好像都不太一样、嗯，对。哎呀，防守还击得分，裁判员没有喊停。运动员没有身体接触，对。恭喜中国队，恭喜陈清源，恭喜陈清源，恭喜中国队，2023年亚洲